范丞丞现身机场被网友发现，手机屏保就是艾弗杰尼，形象超级搞笑。据悉，二人同录制综艺节目，网友猜测可能是一起做完点映后，然后趁艾弗杰尼离开后，范丞丞才换的。事情曝光后，艾弗杰尼八日晒出新换的范丞丞黑照屏保反击，并祝大家天天好心情，妇女节快乐。范丞丞看到后回应：“你手机屏保这人也太帅了吧，我的也不赖，不信你看看。”并晒出了自己的艾弗杰尼版屏保。